我们这是为了救你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救你是为了救你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救你是为了救你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董梅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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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
董梅姐，你是不会明白我的。如果我报不了仇，我实在过不了自己这关。我怎么能不明白？战争年代的仇恨，不会只有你一个人有。来来，坐下。报告长官，部长汪正在向我们靠拢。我知道了。吴永德，你他妈的怎么不等我死了你再来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不过你得谁拎着脑袋杀过来的？再说了，东面山路那么险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埋伏？我看你是想捡个便宜，他们差不多的人来收个尾。你少放屁！跟着你们的还都是我顾永德的人。你才放屁！他们要是都死了，我拿什么守护水镇呢？给我闭嘴！省省了，还让我们团结？我现在的任务，要消灭这伙共军，喷水人刁民。我们就要了顾永德这个小人的狗命！跑了！
处长，处长，你快走啊！不，要走一起走。不行，你坚决不能让他们抓到，快走，我留下。走啊！李生，快走，处长。 君是不杀俘虏的，平日我待你不薄，为什么陷害你？阎王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跟了你几年还是个小连长，本以为曲团长死了你就可以上任，我好歹也混个营长，没想到你只顾着那个陈秋荣，把到手的鸭子给了陈佩然，所以我不除掉你，我只能是个小连长。所以你就伙同陈佩然。 陷害我通共，我不像你。为达目的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可惜你杀不了我，共军是不杀俘虏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叛徒，尤其是我最信任的，而且你错了。 你知道没有通共？你疯了你！他已经投降了，干嘛还开枪？他是叛徒，这一枪我必须开。 陈佩然，呀！呀！
陈佩然跳下去，他没有死，是他运气好，他下回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这回让他跑掉，就没机会了。王大雷，我知道，你一心都想替霍文报仇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一个小分队队长，如果你有了三长两短，谁还来带领小分队执行任务？ 今后机会还有的是。没错，还会有机会的。谢了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哎，把话说完，再说一遍。 百步穿杨啊，眼睛！谢谢眼睛兄弟，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死在这儿。我们赶紧回山寨吧。走，走。这碗酒，我代表山寨感谢各位。 更要感谢老夫人的相助，喝了这碗酒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从今以后，老夫人您就是我月亮山的朋友，也是整个侗寨地区的朋友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老夫人您尽管吩咐。要谢，就谢红军兄弟，没有他们，也没有我们的今天。老夫人说的是。 我们之前有些误会，现在都已经解开了。你们红军是我月亮山的恩人，我欢迎你们到来，在这里建立根据地。来，干了！干！老夫人，干！干！娘，您能行吗？这是好东西啊，你不在这些年，能就靠它了。 山寨恐怕会有灭顶之灾，所以这碗酒我敬你，银秀。你们先喝，我还有事儿。银秀，银秀。 转一个圈就回来，这杯酒我给你喝。来，两兄弟，干了，干了！王大雷，王大雷，娘，娘，给我来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娘，少喝点，来，跳舞去，跳舞去吧。 好，走啊，走吧，我们这边怎么样？哎，娘，你少喝点儿，少喝一点，娘。好好好。
我就不喝了。好，来，不过你看他们舞跳的真棒。赵源，哎，敬你一杯。哦，别两山。哎，怎么不见你队长？啊，他心里有点事儿，让他自己去静一静吧。干了，好，干。 酒量有长进呀，来，自个儿再来一杯。好，好，好。怎么，醉了？看你没喝多少。我酒量不好，平时也不爱喝酒。 第一次喝酒，是我哥带我喝的。他告诉我说，酒是个好东西。结果那天就把我给灌醉了，我差点把胃给吐出来。后来我娘就急了，把我哥给骂了，告诉他说，以后不许再带我喝酒了。 现在都不知道，真的没以后了。你哥说的没错，这酒的确是好东西，也不知道我娘他们现在咋样。你还好，还有个牵挂。 二良，平时也没听你谈起过家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死了。在我参加红军的时候，在家里得罪了有钱的地主，他们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也把我。 喝了，那你少喝点吧。嗯，来，吃这个吧。不，赵源，你跟我们一起去跳舞吧。啊，你们那个舞我真不会跳。那你会跳什么呀？我会跳的舞，你们恐怕都没见过。那你给我们跳跳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给你们跳一个。赵源，你都。 喝多了，没事。来，坐，坐这儿，谢谢。好些了吧？嗯，好些了，这些天。 多亏了冬梅姐的照顾，看他们跳得这么开心，我们就过来凑凑热闹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俩来的正好，我们正不知道干点什么呢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就是来凑热闹的。跟你肯定没关系，他是说冬梅姐来了。是啊。
你们在等我啊？就是啊，刚才就听八哥在这叭叭了。他说的，我们都不信。现在你来了，你说的话呀，我们都信。你讲什么了？我能讲什么呀？就讲你跟王大雷那点事儿呗。你们队长不在不好吧？没事儿，我刚才已经都说了，只不过他们不信。你讲什么了？哎，你记得吧？就有一次，王大雷给你送花。 爬上二楼那窗户，结果没站稳，就给掉下来了。这裤裆都裂开了，把拉屁股袋都露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他当时呀，把那花全坐屁股底下了。啊，我去看看。你想消消笑呗，你憋着干什么？就是啊，刀子。哎，冬梅姐。 我们呀都想知道队长当时送你什么花啊？哎，对，很浪漫啊。对啊，什么花？你队长啊，当时是想的挺浪漫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屁股底下坐的是一把菊花。菊花，菊花。跳的还行啊。铁头，要不然你也来一个？我不跳，我还想吃肉呢。 老夫人，人老了，心不老。惦记那个舌头咬不死的傻小子吧。老夫人，您别乱点鸳鸯谱了，人家都有未婚妻了。未婚妻就是没结婚的，是吧？嗯，没结婚就抢过来呀。好东西呀，都是抢过来的。 那个奶呀，当年就是我从众多人的手里抢过来的，需要老夫人帮忙啊，说一声。<笑>
你怎么不去跟他们一起？你怎么了？我真的很羡慕他。他们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已经很优秀了。你看海云姐，我们以前是同学，可是她现在真的好勇敢。 你现在也很勇敢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要学开枪。开枪？不行，子弹不长眼，战场本来就不是女人应该去的地方。况且你已经有我了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还学开枪干什么？我就是你的枪，也是你的盾。可是人生变化无常。 你能保证你永远都在我身边吗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。这个事，你已经发过很多次了。可是上次我差点被人活埋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对不起。所以在那一刻，我就觉得。 我必须得强大我自己，不能再依靠别人了。秋蓉，强大的方式有很多，枪对于你来说太危险了。再说，开枪的学问很大，你学不来的。你少瞧不起人了，我让海云姐教我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女人的枪法一点都不比你们男人差。 一个人躲在这儿思念哪家姑娘呢？怎么会？我是在这儿听流水的声音呢。没有，你敢看着我的眼睛说吗？你为什么连认真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呢？谁说的？从客栈第一次见你，至今。 你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我，但是我从你的眼神中，怎么看不出你喜欢我呢？银秀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，聪明、善良、能干、大方。其实有些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感情本来就是很简单的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复杂？没错。其实我并不适合你。 我觉得月亮山挺好的，你应该多关心他。王大雷，那是我的事。为什么我对你进一步，你就对我退两步？是你余情未了，还是你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我？银秀姑娘，两个人彼此喜欢，不一定要在一起，就好比云。 如果说我们喜欢云，难道云就要为你而停留吗？你说的是海云吗？你怎么扯到他了？如果有人就是愿意为你做那片云而停留呢？王大雷，我喜欢你。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好妹妹。海云，你听我说，海云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。 那边太热闹，我自己出来。
出来就是想静一静。一笑，你站住！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想问你，昨天你抱着王大雷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了。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再说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凭什么跟你解释啊？你是不是喜欢王大雷？是。你，你秀，你一个女孩子家那么主动，以后寨子里的人怎么看你啊？月亮山，第一我没有许给你，第二我又没有成亲，我是自由的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我哪一点比不上王大雷？懒得跟你说。一秀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你能不能离开王大雷啊？啊！你松开，你放开手。不放。你放开我。不松。你松不松？不松。松不松？不松，一辈子都不松。怎么你还咬人呢？属狗的吧？你活该！我告诉你啊，月亮山。以后你要是再敢碰我，别说咬你了，我一枪废了你。一笑，一笑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我不会死心的。大夫，看来你还是有心事。心事每个人都有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去想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很不喜欢笑？有什么特别值得开心的事吗？看看你拽紧的双手，当你把双手拽紧的时候，谁也无法进入你的内心。其实你什么也没抓到，不过你摊开双手的时候，世界就在你手上。怎么，我说的有错吗？你还挺有诗意的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另一面，只是你想不想花时间去了解。王大雷，今天做个了断。了断什么？咱们之前不都了断过了吗？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一秀就对我爱答不理的。我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一秀？我待银秀就像亲妹妹一般，我怎么会爱她呢？但她爱你胜过我。我看你是喝多了。王大雷，我要你娶银秀。
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因为他？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岳亮山，你别冲动啊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忙，先杀我吧！你把枪放下！岳亮山，你住手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把枪放下！岳亮山，把枪放下！有什么话好好说！让开！把枪放下！我只是不想我们三个人这么痛苦。你们把我一秀当什么？这么推来推去的。岳亮山，你疯了吗你？我的事情不要你管。你有没有爱过我？岳亮山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是对不起。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死亡原因是因为伤势过重吗？不对，他是人为窒息导致死亡，是他杀。凶手该不会是石头的同伙吧？难道还有其他陈佩然的余党在吗？不论杀手是谁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杀死董平灭口究竟是为了什么。董平醒来，唯一可以证明红军是没有杀人放火的。既然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，为什么要杀死董平呢？唯一的原因是董平他认识杀人凶手。难道陈佩然围剿山寨是为了杀董平？我不这么认为，太小题大做了。我觉得杀人凶手很有可能还在我们山寨里面，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。董平之死，小分队把奸细的怀疑对象锁定在新来的四个人身上，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和排查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继续在寨子里休整，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。另外，山寨里很多寨民的家园已经被毁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寨子里能够解决的材料我们都在寨子里解决，尽量不要下山。最后，我们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。小苏一旦接到上级的指示或者任务，我们立刻行动。王大雷，你给我来一下。金色的希望
窗点你身旁，看见远方的光，它在为我点亮，等到夕阳的方向，像冬天的雪铺满大地上，等挥别的人们眼泪在流淌，关上一扇门，它为你开一扇窗，热血洒洒